要骑几条，你要注意，不要被他骑四张。个人习惯是把它冷冻完之后再来吃，因为比较硬，知道吗？也有人立刻出去，这里还一根，这一根被这一根刺到的超痛。烤也还好，如果家人要吃的话，烤一些。我换瓜子抓了，瓜子处理起来蛮方便的。这个煮鱼汤也不错，煎的也不错。吃起来比较紧。